超级汽车。电量消失之谜。想看看我的新发明吗？就是它，超级磁能车。它能把贝勒小镇的电量全部偷光。没有了电，超级汽车们就是一堆破铜烂铁。去吧，我的超级磁能车。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红绿灯怎么不亮了？汽车们怎么都无精打采呢？巴斯，快醒醒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快开门，我要去买菜。今天真是奇怪的一天。嘿，小心，这儿可不是睡觉的地方。这辆汽车我怎么没见过？朋友，让我看看你的行驶证。停下，快停下。我的电池怎么突然没电了？好困啊！我现在知道大家都犯困的原因了。呼叫指挥中心！雷克警长，你怎么了？一辆偷电车正在到处偷电，所有的汽车都没电了。幸好我们这儿有很多备用电池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有了这些电池，我们就能去抓住可恶的偷电车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队伍升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巨无霸大货车斑斑，大力神跳车玛丽，雷克警长，我们来了。超级汽车出动，汽车汽车都在睡觉，停在原地动不了。汽车汽车需要充电，恢复能量精神好。大家都醒了，是时候去抓捕了。跟我来。滴呜滴呜，拉响警报，发现目标别想逃。伸长手臂，紧紧勾住，保持距离别靠近。别靠近，谢谢你阿力。大家小心，他好像快没电了。是时候反击了，别让他再偷电。汽车汽车有危险，快躲开别过来。汽车汽车有危险，快快加速藏起来。点亮点亮滴滴滴，晃晃悠悠停下来。点亮点亮滴滴滴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我怎么又失败了？外卖难题。面来喽，两位客人请慢用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呀！当然了，这可是百年老店，从我爷爷的爷爷开始就是做面条的。
这就叫美味面条哪里找？辽记面馆味道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退钱。这位客人，请问出什么事儿了？哼，你们看，我点的面条竟然变成了这样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美食在眼前，我却吃不到。好饿呀。真是对不起，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处理。怎么办怎么办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呀。别着急，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。企鹅们住的地方实在太冷了。是啊，看来需要一个能保温的道具了。有了，这个任务就交给超级汽车吧。出租车妮娜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电子保温箱。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雪山雪山像座城堡，雪花雪花飘啊飘，雪人雪人挥手微笑，冰雪世界真奇妙。出租车啊蹦蹦跳跳，迎着风雪向前跑。出租车啊从不迷路，跳啊跳啊就到了，请享用吧。太好吃了。哇，我们也想吃。哇，太多了，我需要支援。放心，我来了。火车奔奔出动。雪山雪山像冰淇淋，雪花雪花亮晶晶，雪人雪人有冰雪世界真美丽。大火车啊车厢大大，所有货物都装下。大火车啊不怕辛苦，碰上车就到了。我们的面条在哪儿呢？面条当然是现做的才更好吃了。面条长又长，浓汤浓汤咕噜噜，番茄萝卜蔬菜多。快来快来尝一尝，我的面条味道香。快来快来尝一尝，我的面条有营养。热腾腾热腾腾，面条面条多么美味，香喷喷香喷喷。面条真吃光，哇，吃得真饱啊！再见了，各位。下次想吃热腾腾的面条，记得呼叫超级汽车哦。没错，没错。寻找大怪兽。妮娜，你在排队买什么呢？是最近新出的怪兽漫画书哦，我听说非常好看。雷克警长，你要不要也买一本呀？人太多了，我先去巡逻，一会儿再来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，嘟嘟车们？我们发现了一个怪兽。怪兽？你们说的怪兽？该不会是他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是漫画，你们一定是产生幻觉了。不，我们真的看到了怪兽。
你们是在哪里发现了怪兽？带我去看看吧。跟我来。雷克警长，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怪兽。没错没错，这是他留下的大脚印。看来真的有怪兽。呼叫指挥中心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城市里好像出现了怪兽。啊，怪兽？没错，我必须马上升级去调查真相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怪兽，怪兽躲在哪？开雷达滴滴呜，花园里面找一找。哦，发现大脚印。脚印一般般，样子样子很奇怪，走过去又走过来，消失在花园外。怪兽怪兽躲在哪？开雷达滴滴呜，大街小巷找一找，哦，发现大脑袋。是怪兽，我看见它了。一抓捕大怪兽，速度速度要加快，这边右边来包围，我们要把你打败。是猪的事。大脚印和大脑袋，原来只是个意外，真相真相一揭开，哦，怪兽不存在。原来没有怪兽啊，猪大叔，真是抱歉，我们差点把你当成了怪兽。不要紧。可是你为什么要打扮成怪兽的样子呢？哦，对了，我是为了宣传这本漫画书。我听妮娜说它非常受欢迎。没错，如果你们也喜欢，这几本就送给你们吧。哇！砰砰爆米花。能田大丰收，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。小麦咔嚓咔嚓，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好痛！痛就对了，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猪伯伯小心！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。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白老虎、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。哈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
出动！别想跑！哼，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。游戏大闯关！哇，这里新开了一家游戏体验馆。可惜我们没有门票。哎，不许动！我宣布，你们中奖啦！可以免费体验我发明的游戏。耶！太幸运了！奇怪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怎么就中奖了？可能因为我长得可爱吧。欢迎进入游戏世界。哇！听好了。你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抵达终点才算通关。计时开始。出发！啊啊啊！好难呀！时间到，你们全都失败了，将会永远留在游戏世界里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车们，你们怎么了？我们被困在游戏世界了，只有通关才能救我们出去。超级汽车，有本事就来挑战吧！哈哈哈！哼，麦特博士真嚣张。嗯，别忘了，旋风也是个游戏高手哦，他一定能完成任务。赛车旋风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游戏眼睛。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无论是比赛还是游戏，我都是第一。Oh.
车飞越跳得高，轰隆隆隆轰隆隆，完美通关了。你的时间可不多了。大球咕噜噜，快上阿阿布，大腿晃晃晃，危险危险都躲开，加速勇敢闯，胜利在前方。哦，旋风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这没什么，我可是游戏高手。麦特博士，你太过分了，怎么能把大家关在游戏里？哈哈哈哈，你们不懂，这样的游戏才更加精彩刺激。那就让你自己也来体验一下吧。什么？放我出去！超级汽车，快来救我！消失的超级汽车。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火车斑斑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，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咦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哈哈哈！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。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啊！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啊，他们来帮忙了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
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快救我们出去！雷克警长，敌人出现了，小心，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，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，警车要战斗，前进，丢，向前冲，冲啊，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，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乎乎，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雷克警长，把他引到仓库前。滴滴雾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。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撞开门，拉住你。哼，你也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海精灵的魔咒。哎，你们在玩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给我看看。哇，真漂亮，我要了。让我玩玩。蓝鱼公主，公主还给我们。不要，等我玩够了再还给你们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不要这么小气嘛。哼，你太霸道了。根本不知道怎么对待朋友，我要以海精灵的名义对你施下魔咒。嘿，玛丽格鲁鲁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现在魔咒生效了，你再也不会有朋友了。天哪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谁来救救我呀？来自海底的求救信号。飞龙虎、开心虎，我中了海精灵的魔咒，你们快来帮我。好，超级。哥哥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魔咒呢，这次该出动哪辆超级汽车呢？让我想想，有了，救护车安琪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今天的惊喜道具是魔咒消消贴。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！人鱼公主，安琪，快帮帮我！我中了海精灵的魔咒。别担心，我带了许多魔咒消消贴。用哪张好呢？别看了，快点贴上吧。哈哈哈，太好了！魔咒解除，我又有朋友啦！朋友，请你听我
好朋友，好朋友在一起，欢欢笑笑好开心。安琪，谢谢你，我知道该怎么交朋友了。不客气，很高兴能帮助到你。